另外，台北市长选战越来越白热化。平面媒体最新民调出炉，国民党提名的蒋万安能够拿下28%的支持度，民进党陈时中则是26%。至于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则是能够拿下25%。选情看起来相当紧绷哦。而陈时中早上参观动漫展，他回应说比赛才刚刚开始。蒋万安则是要求他应该要对林志坚论文门事件要表态。他也是两套圈圈啊，怎么丢就是套不中。是陈时中逛动漫展，拉近与年轻人距离，中间业者还送上漫画怪医黑杰克，恰巧符合阿卓部长的医疗专业。台北市长最新民调也出炉，支持度方面，蒋万安拿下28%领先，但陈时中26%，黄珊珊25%，三人超拉锯。看好的部分却是陈时中32%最被选民看好当选，但黄珊珊能拿下蓝绿营超过一成选票，更能刮26%的中间选民，成为最大变数。比赛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嘛，哈，我们要更精进，把我们的政策能够讲得更清楚。我们对我们自己非常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赢。前一天，蒋万安则对陈时中下战帖，要求他对林志坚的论文事件表态。学术伦理上面最有专业的一个认知，我跟林志坚仍然是盟友。现在这个智齿已经急性发炎，那身为牙医师的陈时中部长有没有认为应该要赶快拔除？至于蒋万安自豪争取到不孕症补助，陈时中话也说得很酸。政策的成功，大家就会来争执，就是说啊，我也有讲过，最大的功劳应该在行政院。去年3月最早就在立法院质询提案，民进党你要拿枪跟着拜也可以，每天都要努力好吗？谢谢你。黄珊珊这头跟市长柯文哲合体抢媒体版面，首都之战撒卡都，民调差距只有个位数，战局依旧扑朔迷离。台北综合报道。